今日是2018年的第一日，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刚刚看到的就是本港踏入新年的庆祝情况。今日假期市民都有不同的活动，全球大城市踏入新年都有庆祝的节目。在北京我本安设定影像分分钟被人截取，社交网络没有私隐设定，个人资料被人看到就麻烦了。不要随便地用免费公共 WiFi， 用完记得删除惯用网络设定，還要經常更換網上密碼和注意保安啊。無論在工作上遇到多少困難，我們都會不偏不倚執行職務。即使查案搜證的過程好像大海撈針，我們都不會放過任何一個線索。有市民的支持和協助，我們會繼續勇敢無懼維護法紀，携手灭罪，守护香港。我同好多打工仔一样，每日都搏到尽。退休未谂啊？强积金预设投资已经推出，特点系随住强积金计划成员嘅年龄增长而自动降低投资风险，收费设上限，仲会分散投资喺环球市场。如果你冇俾过投资指示，受托人会发通知书俾你，等你揀户口里面的强积金是否按预设投资进行投资。是不是地盘不见你们，是不是去了考公共测试注册做师傅啊？调了你们做这间做开的工种注册的啦。我就注册了，但是呢专工专责规定实施了，冇技工注册就不可以在地盘独立做回做开的工种。老豆，我们都去建造业议会注册了，有了专业资格周围都找我们开工，所以就少变了我们咯。现在我们个个都是师傅来的啦。专工专责规定已经实施，即刻跟你的工种去注册啦！你以为招标仲有得拣？我哋一早搞好晒，你边有得拣咧？我哋赚到尽，冇人同我哋争。出猫为妖，你自己冇得耐啦！香港而家有竞争条例，同竞争对手合谋围标系犯法嘅。竞争事务委员会会全力打击围标，维护公平竞争，保障大家的权益，举报围标。喂，在你身边十年，你试过认真看看我吗？我就到期了。我是你揸十年期驾驶执照，今年起有几十万人的驾驶执照要续领，最方便就是用运输署寄给你的续领密码上网申请，邮寄或者用投递箱都得。亲自办理就预先上网或者电话预约。我续咗啦，你呢？改咗地址，记得通知运输署。住喺屋企隔篱嘅，我哋叫佢咩啊？邻舍。冇错啦。李太，哎呀，唔好意思啊，迟咗收工嚟接恒仔啊。唔紧要，系你妈咪托我买嘅厨具嚟噶。妈咪，我今日学咗个新词叫邻舍啊，即系万吉大家系邻舍，有时你帮下我，有时我帮下你咁啦。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多多指教。呢张系我嘅卡片。呢度系我工作嘅地方。透过职业专才教育，入职前我已经学到呢一行嘅知识同技能。毕业后我可以好快投入工作岗位。工作表现做得到雇主的认同，过程的专业训练令我们可以在各行各业发挥所长。专业知识、实务技能就是你的未来。职业专才教育为未来铺路。我是阿德，我是阿德，我是阿德，我都是阿德，我就是清洁龙阿德。我信冇嘢是不得，香港人做得、玩得、食得，清洁香港咁简单嘅事，点会话唔得？处理大包垃圾又得，细件垃圾又得，总之乜都得。香港系我哋嘅屋企，人人都可以系阿德。清洁香港，人人都得。边个啊？我系法团通告，通知你嚟紧要请新嘅清洁同保安公司，仲要做外墙维修。你是业主要给这么多、啊、你不知道，因为你没有出席法团会议。大厦公用部分业主是有责任一起管理的，当法团商议重要事项时，业主应亲身出席和投票，保障自己的权益。管理大厦要积极携手参与，齐得益。
得同人分享，世界就会不一样。可以分享生命捐血救人是一件很美丽的事，捐一次血就可以救回至少三个人的性命。分享生命捐血救人，你都可以的。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騎呢啲唔驚會跣親，地面要乾爽啊！小心啲，啲都唔用就要放翻入刀架啦。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揾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啊！跟足步驟，騎呢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自然開心。香港有个新公园山清水绿，在屯门黏湾，它用先进科技焚化污泥力发电，减轻对田区的压力。它还是环保地标，结合教育、消闲、自然生态设施。它不单止是一个公园，它是 T-Park 园区，能源转换社区，转废为能，香港焕然一新。早前亦都发稿回应元旦游行，话特首林郑月娥同政府竭力执行一国两制，维护基本法同捍卫法治。话一国两制系一个整全概念，唔应该抗拒或者将一国同两制摆喺对立面。另外，政府强调一地两检有充分嘅法理基础，呼吁社会各界能够客观务实、全面去理解有关嘅安排同埋相关事宜。而保卫香港运动就发起集会，要求律政司检控占领行动参与者。大概六十个保卫香港运动成员由铜锣湾百德新街游行去到湾仔鹅颈桥集会。保卫香港运动主席傅振中话：占领行动发生到而家三年几，除了戴耀廷、朱耀明和陈建文等等三个发起人被起诉之外，仍然有多个搞手和参与者未被起诉。要求律政司檢控有關人士。律政司咧佢失職啊，因為咧只係檢控得九個嘅戴耀廷佢啲佔中嘅暴徒，其實仲有三十九個咧都仲未落獲。啊，律政司佢自己係喺一個雙重標準底下咧，對於一啲愛國愛港或者係維持呢個法紀嘅紀律人員咧，係再出一啲嚴重嘅指控，反而咧對嗰啲佢自己啊戴耀廷嗰啲港大同學咧一齊讀法律系嗰啲咧，就好似姑息養奸。最近翻嚟會報道。我相信唔少人都睇過天安門廣場嘅升旗儀式，今朝嗰次就有啲特別安排。金正恩話佢台上邊有核武按鈕，而佢哋嘅核武足以覆蓋成個美國。伊朗全國示威浪潮，國營電視台話星期日有示威者試圖佔據警署同埋軍事基地，而連日嘅示威到而家造成至少12人死。